去八达岗转一圈。八顿。天气可能，哎，可能要下。玩着看吧，希望这雨把人下。最完整的古建筑尼泊尔，以前来加德满都帕坦去的多，嗯，这个巴达岗来的少，这是我第二次来啊。嗯，上面还有人。有人住的吗？有人住啊。嗯。啊，这个多漂亮。嗯。因为还在修缮呢。嗯，修呢。白塔是不是这里啊？不是，白塔不是这里。可以来回走走这地方。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的。啊？嗯，点灯的，你看那个酥油灯，那个油碗了吗？这是。点灯中间可以点香。摸摸吧，可以触碰的历史。他们做的真的是，嗯，细致。几百年前。嗯，工艺啊，这都是人家的，啊，这都手工的。对，还点气球。嗯。嗯，大鹏鸟。嗯。佛祖的舅舅。狗也行了，在这睡午觉。还好没有中国的到那啥，没有中国字的，没有中国字是吧？嗯，咋了？你用头撞钟？嗯，练铁头功。光用手敲呢？嗯，手不疼啊？疼。嗯，啊，这里面能听到。嗯，这钟里面都是让你写的字。啊，这尼泊尔人在这休闲吃的冰激凌。这还有个宾馆，都是卖民族特色的。都是木雕。这风一来，这风铃好听。嗯，这得需要经验呢。啊，这边。对，嗯，这边能转起来。嗯，等一下啊，转起来了，你发现没？嗯，倒是响了，嗯。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敢答应吗？嗯，怎么了？啊，能。啊，你放点水，它，嗯，那个水可以跳。看一下，嗯，我也可以摸起来了。嗯，我知道怎么摸了。我们这是用来烫火锅用的。对呀，啊，手别动。哎，妹，
手别使劲，磨的那个手别使劲，让人家高攀什么，轻轻捏着就行。哦，懂了懂了，水波，嗯，哇、crazy， 溅我一身，嗯，啊，这个放水就没有声音了，啊，来让我试试看，啊，这也不行，那我再 many water， many water， yeah， 等，慢慢 slowly， 手锤的角度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你 look， 你、看那个角度了吗？那手那个锤磨边、大概是30度、45度左右那种角度，把手指摊开，拖着它，起来起来，People is slowly coming， yes， 这个带的这个按摩。八百，不啊，八百，人民币，卢币，8000，不要，啊，8000，不要，多少？800可以，哈哈哈哈哈，5000 OK 嘛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不要，这个头晕了，砍价真狠啊，5000 OK 了，你5000卖给我，我就买一个，哎，这个多少钱？哎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000，这你买来干啥？放钥匙啊。好好放首饰啊，出门的时候放在家门口。弄个这个出去挂脖子上。这个颜色掉了是吧？啊，这掉漆了，所以他跟我说这个不要。我说你出去了挂脖子上。不要。你傻啊你！哎，等一下，你高3000。最低最低。最低3000，你还跟我说最低？老板不会做生意啊，普通话。这是破笑话。尼泊尔的狗就这么悠闲。喝杯咖啡，下雨了。都有啥呀？嗯 ，tea， beer， coffee， cold drinks， 饮料，咖啡，茶，啤酒。啤酒不喝。啤酒不喝，你要喝？那喝咖啡吧。American 还是 cappuccino 还是咖啡 latte 还是 ice American？ 不喝拿铁。你喝拿铁？啊 ，cappuccino， 那我喝 latte。嗯。那出太阳都不像均匀，你发现没？啊，那均匀的晒呗。这还是过敏。嗯。看看太阳过敏，所以来尼泊尔玩的人一定要做好紫外线防晒。啊。喝咖啡。哎，非得把我的心给搅碎。嗯。你的心都已经给我了。是。那搅碎了。我的串儿，他把我这上面的顶珠使一半的这个做了个手机吊坠，我这就秃了。看咱们这盘子。戴着头盔逛街，